We are packing. We are fans. You okay? 大家好，我是阿炮，我又大白。哎，他之前还把他的照片发给我，很多小伙伴，so sexy， 不行。那太阳哪？他之前还发照片给我，不适合我。那今天的他买那么多币，并且如果小伙伴三四个人，耶，你偷我包包，三四个人。在留下菜啊，大家都两面无卡，哇不哇你啊！我是说在他那家酒吧里哦。我掉了，我也搬出来了，也许就那一次吧。谁别跟我 party？ 那家酒吧里的女生相互之间更熟悉，你不啊？玩起来。买你甩了。甩呀！干嘛呀？你爱卡地啊，与卡地啊，他买红白，对吧？红白是双子，沟通还是情商？他的老板经营思路奇特，只想做做生意，不想工作。妈，所以他经常在 Facebook 主页，拜拜，挂了。谷歌地图定位，挂了。想要去的小伙伴可以在谷歌地图上搜索。Angel Monster， 一家长得像旋转木马的酒吧 ，Moonlight 就在他的正对面。谁谁谁？阿炮今天是从来不请客，我们叫了三个妹子，后来又来一个妹子，这么多人怎么玩？之前阿炮就有说过 ，Bingo 四子棋，没米聊啊，五个人玩，聊筛中适合三人，没米聊，但运气成分居多。酒水消耗速度太快，而叠叠高 Jenga 既适合多人，且游戏节奏不快。哇！游戏过程中还能适时和自己的妹子交流，慢慢勾兑。哇！所以接下来就跟随阿炮的镜头，我看看你喜欢的是叠叠高 Jenga。叠叠高的玩法其实很简单，每一轮玩家抽出一块积木，风吹了，不怪我。抽取或叠加时，如果发生坍塌，则判定输了。输了要接受惩罚或直接喝酒。他老拿这个，老是肯定会倒好吗？提升游戏难度，比如只准用一只手，又比如不能提前用手指试探，选定哪块积木就只能动哪块。叠叠高的最大乐趣就是给下手不断制造困难，哎呀你水啊，使他失误出局。基于这个目的，我们就可以我去水，比如在保证自己你弄进来了尽可能瞄准一侧进牢让整个结果有很多失败的情况而不是错，所以不到完成最后一刻千万不能我也不想喂，那个你老 ，up to you。我说完也给保了。大大提高后续玩家的堆叠难度。哎呦，我顶了！再来一个叠高，顶了！哎，现在难题给到这个妹子了。路过的妹子好有趣，抢 C 位的节奏。其实当你把自己桌气氛搞得很热烈，其他妹子也是很想加入的。妹子在不断尝试，用手指试探。哎，这个路过的妹子也不错，下次可以加入。再者，不用不好意思，预算允许的情况下，不妨交一两个妹子，甚至更多。慢慢看，慢慢学习。最后给落选的妹子塞个礼物，赞助消费，说声抱歉。我下次来找你，留个 line， 皆大欢喜。这就是兵法中所说“广积粮，慢慢发”。哈哈哈哈。再给小伙伴们分享一些叠叠高小技巧。在妹子玩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不能闲着，吹吹气啊。挠挠痒，吓他一跳，无所不用其极，不断骚扰就对了。对，这种斜靠叠加也是规则允许，不过也很容易翻车。轮到我妹子，我也打呀你。
此刻他并未注意到整个建筑在不断挖墙角之下已经严重偏向一侧了，果然应声而倒。听了我也及时送上柠檬做个临时暖男，刷刷好感度，妹子也很爽快，他是男宝啊，没猜到一饮而尽。男宝猜没酒杯塔 Kila， 三个妹子两个男生玩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这个妹子不时的在用手机，你懂的，这种就赶紧算算来结账，一共2200泰铢，性价比。帮我看一张照片，本期视频拍视频聊给你，不要视频，我不相信。后续还会有更多和太妹一起玩系列，我会马掉，记得点赞订阅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